各位兄弟平安，大家平安。今日也是伫孔一四年最后一个礼拜主日崇拜日，也是主日崇拜前啊祈祷会，今仔日就是最后一拜。感谢各位早早来到教会，在主日崇拜前啊参加祈祷会。更加的感谢主日祈祷会的各兄弟，无推迟，真好的引带祈祷会。伫遮我做一个领袖的负责人，甲各位主日的人感谢。祈祷伫教会是真正重要的代志，祈祷一切。是带动坚固教会事奉的根本。若无祈祷，都无事奉；若无祈祷，都无人要担当事奉的工作。个人做一个基督教徒，搁较要紧，时时爱祈祷，才有快乐，才有盼望。我今仔日要。甲各位有一段的圣经节，甲各位来分享，就是诗篇第十三篇，诗篇第十三篇，这是大卫的在忧苦困难边听的时阵，向耶和华。请求的诗，向耶和华恳求的诗，这十三篇有六十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今日跟他念第一十就好。耶和华，你敢袂记得到我什么时阵要到永远，而且你要按你的教我。安民无管过阮，无管过我，这是十三篇第一十的诗。咱知，咱定定向上帝沟通甲祈祷祈求。老实讲，任何情况下，若是伫等待，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，就是讲。向上帝祈求，一再祈祷，一再等待一礼拜、五礼拜、一个月、三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有当时啊，上帝也可能有伊的时间，无随时甲咱回应。这个时阵，咱会感觉上帝是毋是放弃咱，是毋是无上帝？尤其是。那你下暗时暗暝安静的时阵，搁会想起讲，我一再去祈祷，哪会无回应？当然，你时也是较袂，你时也有做工课，也是讲其他的活动，袂记得讲所祈求的也袂回应予咱。我这次因为临时倒去台湾两礼拜。在即个要出发之前啊，我即摆要甲各位感谢，就是讲，咱教会实在是有疼的教会，兄弟姊妹有病痛，拢会照顾甲关心。我要出发之前啊，也好，大也好，真侪会友代替我的负责人祈祷，因为伊。六年前就发觉，脊椎骨刺跌了神经，但是迄时点六年前较少年，六年后的今年七月，忽然间我踮咧做初冬的家事以外，伫个后花园种菜、骨头、抹花脚，结果这回着一个更加厉害的
走路都真困难，尤其这回要倒去台湾，真正的顾虑讲到底会趁倒，也袂趁倒，坐飞机十几点钟。结果咱个兄弟本地亚夫妇一再甲阮太太鼓励讲，你毋免惊见笑，你着坐轮椅。所以这次伫个机场，除去坐飞机坐以外，一路期待完全是轮椅代步。安尼两礼拜后代，我搁较要紧，就是讲，头头我哩讲，七月八月开始伊病情了后，咱个兄弟姊妹也好，我甲阮夫人人也常常哩祈祷祈祷，一再祈祷，就是也搁病情，也搁是继续。这次到台湾，因为透过关系，伫个严重，也甲重新诊所利用关系，一礼拜来。对抽血、X-ray 检查骨质疏松，甚至于个 MRI， 一礼拜内所有拢完成以外，佫报告出来。即哪里咱加拿大虽然是医学制度真好，要亲签要 MRI 三个月、六个月，真长的时间。这次利用一礼拜中间，已经了解这个。虽然遐尼做个月的祈祷无啥物回应，但是我伫个遮甲各位分享，就是讲爱感谢有这个病痛，上帝有伊的时甲日，毋是要回事实会当回复。结果即几个月中间的我，着我痛，才知影讲啊。确实年纪未好笑，初旦犯规唔能够做，会员唔能够想要进财，已经较侪呀，已经进入七十岁，所以予咱一个机会，予咱当也是真好的机会的驾驶。所以这点甲各位分享，我一只是主要是要甲各位，咱个教会会听的。内面大家有病痛，兄弟姊妹，大家拢互相拢会关心甲照顾，所以我主要是要甲各位感谢。啊，这个是咱祈祷。今仔日我是请各位，不管有出声好，无出声好，因为上帝知影咱的心思意念。第一项代志就是咱。新的年度后礼拜开始，就是2015年。那即马委员会伫个顶礼拜下二日有相当的讨论甲检讨，啊，甲讲要计划明年度的时间的计划，在无私甲主席以及各位委员有真深的。思考甲讨论，决定明年度的工作计划。第二项就是心灵病痛、忧伤痛苦，兄弟姊妹，咱来为因来祈祷。这个时阵，咱请大家阿头来祈祷。阮天父的父，主耶稣基督。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你两千年前来到阮世间来，为了阮的世间人的罪，你定义是一个牺牲你的性命，用你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过，阮受阮的敬意，深深甲你感谢，主。你过去安怎一步一步带领阮带阮教会，会当在多伦多市所在来做工作业来传递福音，求助你继续来带领阮一个微小教会。主，阮知教会有需要真多真多的侍奉，教会时间。有需要真多的兄弟姊妹利用伊的时间甲地位来参与，互教会的各种文明
会当真正顺利，会当进步，来传播你的福音，应跟你的名。主，阮知新年度开始，阮委员会在为了你要来尽忠来做工作，尽心尽意。顶礼拜的中间有做聚会，后提出真好计划，在明年度要安怎来进行，要安怎来带动全国教会安怎来运行，啊，求主感动所有的会友，会当在委员会带领之下，在牧师的两位牧师的领导以及委员的带动，会当甲各种的时间、各种的团结，好好来发挥，来做真好的时间。主，阮甲这件事特别向你恳求，你要听阮的祈祷，继续帮助阮，继续我这委员的地位，甲能力来治理这个教会。主啊，现在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你知影阮兄弟姊妹中间有诶有鼻痛，有诶心灵忧伤、乱了，有诶你出外度假中间诶兄弟姊妹，祝阮甲遮诶一切交托在你诶手中，求助你时时照顾，用你奇异的奇异的双手来医治这病痛的兄弟姊妹，会经过医生药啊，会当早早来治理因的身体，会当早日得到你的照顾、健康恢复。祝心灵忧伤不安的人，你会用你的圣灵来照顾。主，我嘛知有一挂利用这个假期伫外口度假，平平带领因出入平安顺利，搁倒转来个托拢到阮教会，大家一同共同来敬拜你。主，阮甲这个今仔日的聚会恭恭敬敬。在你的前面求主带领，安尼感恩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